應該有四個現場記者小心，我哋警方有機會會推進，馬上去拉面，冷靜啲。記者，我哋上邊係咪？現場仲有啲人咧喺度用廣播器喺度散播其他嘅言論啊！唔好阻我哋警方推進。喂，上翻行路啊！Thank you.
其實而家好多商場都閂，好多鋪頭都閂曬㗎啦。我要想問咧，點解要落閘㗎？你睇到出邊咁嘅環境，環境好靚嗱，你錄住我咧，我就唔會答你問題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。好輕簡㗎。嗱，好簡單一樣嘢，好簡單一樣嘢。我唔係驚佢放出雷彈，我係驚佢打人嘅。我係咁簡單。講完未？明唔明白？但我哋入咗去啲警察會唔會？我哋全部落曬閘，嗱，唔好怕，好冇？啊，咁多位，嗱，我係為大家嘅啫，好冇？我是为大家的。请问是不是公司要你落闸的定是你自己决定的？你不要问这些问题了，你是哪个部门？我是网络领养的。什么？我网络领养的。你是哪个部门？他做记者问的。喂，你问这个问题，我想怎么回答他？总之现在我就是说，我要答你就是说，你要行街，我保障各位入到去的顾客。我想知道你决定公司决定，你做得啱的。不需要这件事，总之如果你们要投诉的，有问题的，有人会答你们这个问题，我也不会卸货。我亦都唔會卸膊。明白知你好意，不過佢都係。因為頭先嗰個形勢，大家都見到。講完，唔好再問我咁多嘢啦，好唔好？我好簡單啫，我就係想行街。你想行街咪有去？